请你下，请你下，请你下！被市长阿北惊急的小妹妹愣住了，可比幽丘必应来者不拒，初一初二狂跑28间公庙马拉松。 发红包福袋，只见柯P一个塞一个，不到5秒钟，好像在下水饺。我现在为止，我就手应该画大概6-7千个，没有毁掉，还不错。转一转手臂，拉拉筋，拧拧选举，拼人气，这一场绝对不能输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回去特别幻想倒柜的，把衣服找出来哇，这个不啦，既然跟总统同台哦，总是要穿漂亮一点的。 柯文哲的小心机被发现了，难得一身习气，朱红外套，然后衬衫还烫得平整，扣起第一颗扣子，全为了给总统好印象。总统偏心哪一位？总统柯瑶偏心谁？姚文智站在蔡英文后面，想得到2018的关爱，但只见他做半年 pose， 不断探头探脑干笑，民众把他当成路人甲，比起另一边的柯P完全被边缘化。小英离开前还特地请两人公开握手，过年要欢乐，大家讲好话。不需要偏心，民进党的基层认为说台北市要提名自己候选人，不止大绿喊话，小绿实力也放话。民进党若不提名人，就派林长佐。2018首都可能三足鼎立，可要就近人气高低，画面会说话。郑国祥全文台北报道。